大家歡迎收睇《全日總結》，我係林子彤。咁啊，呢個環節咧，同 Michelle 咧頭傾下。Michelle 你好，你好，子彤。咁啊，都同大家咧播一播啦，內地同埋本港股市咧收市嘅情況。內地股市全線靠穩，滬深三百指數咧收市升16点啦，收報3870点；上證綜指升11点啦，收報2952点；深證成分指數升44点啦，收報9399点。恆指方面，最終收市咧升40点，收報28146点。國企指數啦升37点，總收報10818点。大市全日成交617亿几，今日期指結算日啦嘛，恆指早段咧嘛都有得彈嘅，咁啊都係彈100-200点上嚟，但係咧見到即係之後咧都完全係冇乜力啊嚇，收市淨係升40点左右，成交咧繼續係比較少啦。又講下啦，最近啦即係個股市成交比較少，同埋咧都係比較反覆，因為受啲政治因素影響啦。到八月份啦，嗰、那個恆指嗰個走勢會唔會有啲明顯嘅改變，定還是都係即係一個窄幅上落為主咧？我諗可能睇埋今個禮拜嘅一啲數啊，即係講緊今個禮拜去到後期嘅時候出到美國嘅嗰個議息結果，先至可以俾到一個比較明確嘅一個方向出到嚟啦。咁始終其實呢啲嘢都已經講咗成個零兩個月㗎啦，講到月尾到底係減唔減息、減半釐定係減1/4呢啲嘢咧，我覺得已經係對於個市嚟講已經係好難話有一個好大嘅刺激作用，除非你話真係有一個好出乎意料嘅一個結果。你譬如話而家目前呢一個情況咧，大家都預緊可能減1/4嘅可能性比較大嘅情況之下，真係同你講我哋而家減半釐啦。咁而隨之而嚟嘅，咁可能中國喺聽日出咗一啲數據啦，譬如話 PMI 啲數據之後，亦都跟住美國可能喺息率方面有一啲動作嘅情況之下咧，咁啊有機會令到個市刺激到有一個比較大幅嘅向上或者向下嘅一個方向性明確嘅指示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即係你譬如話呢一啲動作出到嚟之前咧，咁我相信個市而家目前嚟講咧，都仲係會係即係持續住呢一段時間嘅走勢。始終而家大家對於成個市嘅好多嘅一啲後市嘅因素都睇得比較唔明朗咯。你包括貿易戰嘅嗰、那個有冇真係話有啲進展出到嚟，或者係講緊有啲壞消息出到嚟咧？即係其實好定話，我覺得唔緊要嘅。但係而家大家係等緊個方向啫嘛。咁啊，但係而家連方向都冇嘅情況之下，個市冇力水上或者冇力水落，個成交亦都唔算係真係特別大咧，亦都係即係。是大家意料之內的，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去到本週後期，慢慢呢一啲嘅因素再逐漸明朗化之後咧，個市會有一個相對比較明確嘅方向咯。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啦，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個市可能都仲喺28000点呢啲位置附近去做一個上落市嘅。尋日就一度跌穿咗28000啦，咁但係今日翻翻嚟見到28000呢一個位置，個支持尚算係有喺度。咁短線你話如果真係要穿咗28000呢個關口啦，可能難以向上，即係講話上唔翻28000呢啲位置嘅情況之下咧，有機會真係補一補之前嘅嗰個上升裂口咯，即係講到大概27600呢一啲位置要補翻呢一個裂口噶啦，最起碼都要去跌到呢一個位。咁但係你話如果短線啊都仲係即係企得穩28000点嘅，咁唔排除真係喺呢一個位置咧再做一個比較長時間嘅一個整固先咯。好啊，咁啊又講下個別嘅股份啦。今日咧大家比較關注嘅咧就係啲內險股啦，因為即係國壽啊同埋生物保險都發咗個盈起喺度。咁啊國壽啦，咁啊最終咧收市咧都升到大約1.4%啦。新華保險方面咧就升大約3%喎。又講下即係個盈起嘅因素反映曬喺股價上面未咧？今次出盈起啦，又係咪意料之外咧？我自己覺得今次出盈起算係意料之內嘅，一嚟係講緊其實上半年成件事咧都見到㗎啦。其實去到第一季咧嗰、那個股市嘅表現都仲係比較好啦。因為第一季出咗個盈景，最主要靠住啲投資收益。咁其實可以講話上半年嘅嗰個盈起咧，都係靠住第一季嘅嗰個盈起嘅因素，好似有少少食老本咁樣嘅一個作用喺度。咁第二樣嘢就係靠住可能有一啲一次性嘅一啲減税降費因素影響啦，交少咗50亿税嘅都即係。你以國壽為例啦，咁所以其實今次出到份盈起出到嚟，我覺得大家都唔算話真係特別意外。咁再加埋其實去到舊年嘅第二季嘅嗰個基數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啦，對於國壽嚟講。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如果咁樣呢啲咁利好嘅情況之下，都唔可以有一個 keep 住有個盈起嘅呢一個動作出嚟，反而個市場要真係好擔心咯。咁但係你話真係即係特別兩隻保險股都出咗個盈起啦，相信其實絕大即係成個板塊嚟講到上半年咧，都可能會有一個你話真係有一啲比較利好嘅，或者講話盈起嘅一個作一個情況喺度噶啦。咁但係呢一個即係盈起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到去到明年咧？或者講到話呢啲因素去到下半年係咪仲係可以繼續支持個股價？
繼續向上呢，我自己看得會比較保守一點，因為其實始終講緊上半年你見到第二季開始，其實那個講如果你季按季看的話，其實已經是要跌緊的了，你扣除剛才講的那個，特別如果扣除一次性的那些稅費的因素、而你預咗其實而家個市咁樣嘅市況之下，去到今年下半年投資收益上咧，嗰個情況只會係每況愈下，好難話仲可以 keep 住有一個向上嘅情況。而成個上半年咧，睇翻佢嘅一啲基本因素上咧，好多嘅一啲保險股其實喺產品上亦都未必有話真係一啲非常之大嘅創新啦。見到成個行業嘅嗰個競爭嘅嗰一樣嘢，仲係即係 keep 住喺度嘅。由年頭講到而家，就係講到好多嘅保險公司出一啲比較高腰嘅產品去搶佔個市場佔有率啦。咁呢一樣嘢一定侵蝕翻佢自己個盈利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啲情況之下，其實成個保險股嘅後市唔會話真係睇得特別好咯。咁啊，特別再加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講到話而家美國講緊要減息啦。咁你即係如果美國真係減息嘅情況之下，中國雖然唔會話喐到自己嘅嗰、那個即係減息呢一樣嘢，因為其實已經好耐都冇講過。但係透過其他嘅一啲手法，你譬如話喐到佢嘅一啲逆回購利率啊，或者係公開市場操作呢啲咧，令到成個國債息率其實有機會係向下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對於保險股嚟講唔係一個利好一樣嘢嘅。咁啊，可能喺好多嘅方面咧，影響佢嘅一啲合同準備金啊，影響佢一啲內涵價值啊，即係好多方面都會影響到佢咯。咁所以其實你即係成個 trend 嚟講，而家成個保險板塊，我覺得年初至今的個走勢已經是相對來說反映了兩份盈起的那個因素在裡面了、再要之後向上的那個空間比 較,、比較有限，除非你說見到某一兩隻可能是忽然之間有一些買得特別好的產品出來了，那個 margin 可以進一步樣擴大，市場佔有率又可以進一步擴大，還有可以有機會應對到一些你譬如說外資 AIA 這些不斷放寬它的准入規則之下，應對到它的那個挑戰，那個別的一些龍頭或者個別做得好少少，有機會跑出咯。咁如果你話真係要揀，會係邊個跑出，可能性比較大啲咧？咁亦都不外乎係平保啊，或者係講緊今次另外一隻迎起股新華噶啦。咁但係至於其他嘅保險股咧，我覺得而家目前嚟講咧，去到呢啲位置嘅嗰個估值已經係相對嚟講比較高啦。咁你話就算之後出到嚟見到不斷有迎起內涵價值可以提升都好咧，再入去直播嘅嗰、那個，即係再入去嘅話，而家呢一個位置個直播率就唔係真係特別大咯。所以保險股揀啊，同埋即係就算真係要入，我覺得都不好話真係以太大注碼去入㗎啦。好啊，咪講完呢個發型起嘅內險板塊咧，咪又講下一啲刑警嘅股份啦，李文造紙啊嘛，有個刑警啊出咗嚟嘅，預料中期純利下跌大約係43%左右，大和咧亦都係即係出咗份報告啦，嘛都預期咧即係下游個需求會持續咧都偏弱嘅。又講下啦，即係一啲紙股嗰個前景點睇啦，同埋即係今次份刑警啦嗰個分析又係點咧？咁今次刑警係李文造紙啦，咁其實最主要講緊佢今次嘅嗰個刑警出到嚟咧，大家之前就講緊話可能因為木張價格下跌啦，咁之前喺節目上都有分析過，如果木張價格下跌，對於其實另外一隻紙品股啦，講到即係恆安呢啲啦，係啦，恆安呢啲佢自己本身做做嘅一啲以木張為原材料嘅一啲，譬如話衞生巾啊呢一啲嘢，就可能會相對受惠啲。咁但係即係對於九紙同埋李文造紙呢一啲，佢其實本身係做包裝紙為主啦，咁好少話真係會用木張去做啲包裝紙出到嚟嘅，始終講緊個成本比較大。咁所以最主要講翻個廢紙嘅價格方面，而因為即係中美貿易戰方面嘅嗰個因素，持續都仲係一個不明朗化喺度咧，而家目前嚟講都仲係收住比較重嘅關税咧，對於一啲進口嘅廢紙。咁大家喺即係個貿易戰未有一個明朗嘅解決，或者就住個別嘅貨品佢嘅嗰個關税未話真係解除嘅情況之下，對於之後嗰個廢紙嘅價格咧，都仲係睇得比較淡，即係講緊佢嗰個價格會繼續升。咁就講緊對於呢一啲嘅包裝紙嚟講，佢嘅嗰個原材料嘅嗰個成本係會有一個繼續上升嘅一個情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講到話，其實即係包裝紙其實都係反映咗成個即係經濟嘅一個走勢。咁好多嘢，好多產品出產咧，之後你要賣嘅話，其實都係離不開包裝紙。咁所以成個經濟環境唔算話好嘅情況之下，特別好多你見到特別出埋聽日 PMI， 大家都知噶啦。如果之後咧，即係嗰啲訂單都仲係比較差嘅情況之下咧，對於包裝紙嚟講，佢嘅嗰個需求亦都係一個
會有一個不斷受壓，甚至不斷下跌的一個情況。所以一嚟係講到嗰個需求係下降咗啦，二嚟係講到佢嘅成本上升咗，兩面受壓嘅情況之下，做包裝紙嘅股份咧，其實佢嘅嗰個走勢生存環境咧係好差嘅。咁而家目前嚟講，見到李文造紙已經係出咗一份即係營景出到嚟，話埋曬俾大家知啦。咁九紙如何咧？咁啊，九紙其實今日好似未算真係話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反應出到嚟，收市都跌0.1%左緊，但係都想提醒大家，就係九指佢本身嘅嗰個狀況，相對李文造紙嚟講，我覺得係會要更加脆弱啲嘅。佢自己本身嘅嗰個毛利率已經係低啦，再加埋佢自己嘅一個，因為本身佢嘅嗰個net debt to equity 個 gearing 咧，相對嚟講比較高嘅，負債嘅水平比較高，咁佢嘅嗰個利息支出亦都比較大。咁呢一個情況之下咧，佢淨利潤率又係低過李文造紙。咁所以你話如果你話嗰啲利潤率相對較低啦，但係個需求不斷咁樣係縮窄嘅情況之下咧，九指的嗰個受壓的情況咧，應該相對李文造紙嚟講係會更加明顯啲嘅。咁所以其實你話如果放李文造紙呢一個情況出到嚟咧，可能九指呢一個價位咧，未必真係完全你話反映曬成個紙業股嘅而家目前嚟講嘅一個情況喺度。咁而你話呢兩隻紙業股，我都覺得係暫時嚟講咧，你譬如話九指呢啲咧，去到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其實都真係減持為上噶啦。特別其實而家支持住個股價，可能相對嚟講仲係四厘樓上嘅一個股息率啦，咁而其他嘅成個大行業頭先分析過啦，好多啲外在嘅基本因素咧，對於佢嚟講都真係比較差噶啦，咁所以去到呢一啲位置，雖然講緊話已經係跌到比較低啦，咁但係始終我自己就覺得九指未完全反映曬，好似你問做資金，所以如果真係揸住貨嘅投資者咧，建議大家先避一避先，我哋等到佢出埋業績啦，可能九月份打後再睇下貿易戰有冇一啲新嘅進展咧，再考慮好唔好再重新吸納咯。嗯，好啊，睇翻你問做資啦。收市咧就係4.95啦嘛，全日跌咗1.1%嘅。呢次都唔該曬 Michelle 咁詳細分析啦，都申報翻先有冇持有上述提入嘅股份咧？冇持有嘅。好啊，唔該曬 Michelle 啊嘛，呢次節目時間差唔多，同 Michelle 傾到呢度。